男星威廉演艺事业如日中天。2022年和前体育主播卓君泽结婚，日前更惊喜宣布老婆已怀孕四个月。肚中宝宝小名取作百香果，即将升格新手爸妈的夫妻俩，今日特别举办宝宝性别趴，开心公布百香果是个男宝宝，引来各界祝福。事后也在 IG 写下，百香果是男生，所以我要把他叫做海豹，比较坚强勇敢，很开心。18年后王建民或是林书豪的接班人就是海豹了，辛苦海珠了。其实就是单纯的希望母子一切平安健康。已经有两个儿子的小玉也拍下现场影片，开玩笑发文说可恶，又多了一个竞争钱钱的对手。阿伟则搞笑写下，我们应该鼓励每个人在互动中保持适当的距离，尤其你们都是儿子，而我有一个漂亮的女儿，谢谢。威廉结婚了，掌声祝福我们的新人！怎么可能？这对孩子家人非常的浪漫。听说我们办婚礼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办婚礼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吃饱。来，开动！威廉填曲卓君泽献歌惊喜现身，阿伟包五位数盒装礼金，好好活着。他的绰号叫海珠，我有一次去海边玩，他从海沙滩上跑过来，我就觉得像一只奔跑可爱的猪猪。海底呀，不是地。海底呀，海底呀，洗了水。恭喜威廉抱得海珠归！今年4月宣布登记结婚后，21号终于跟交往5年的前体育主播卓君泽在龙山林度假饭店举行婚礼。高峰，颜值的高峰。海珠。恋爱的时候，我们是梦幻的，是浪漫的。而结婚更多的时候，生活是充满现实跟责任。我是一个对爱与被爱这件事有着严重消化不良的女子，而你却不用其烦，用一切方式告诉我，甚至陪着我去心理咨商，面对最深层的恐惧。现在两位正式结为夫妻，我们有请新郎威廉可以亲吻我们的新娘卓卓了。欢迎大家捕捉这浪漫的一刻，哎，要亲的漂亮哦，新娘的脸要美。中午证婚仪式完成，艺人好友吴宗宪、Kid、昆达、柯有伦都到场祝福。昔日的棒棒糖战友几乎到齐，阿伟也实现当年一大包的约定，那就是啊，团员中仅剩人夫的，一许可以获得10万、8万、6万礼金。虽然阿伟跟小玉都结婚了，但是评断标准是以宴客顺序为主，威廉因此 get 到了红包装都装不下，必须盒装的8万礼金。P.S. 好好活着哦。威廉结婚了，天哪！阿伟，威廉结婚了，你要不要宣传一下餐厅的资讯？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今天是点点心。今天在这边就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开始吃月饼。顺便支持一下威廉结婚。顺便支持一下威廉结婚。OK， 新婚快乐，威廉。哎，小杰。哎。你好。我最近10月份有一个小王子音乐剧。哎呦，对对对对。10月份有一个。婚礼一点都不重要，是。重要。各位，我4个孩子，同一个妈妈。虽然我没有结婚，人生就是必须要 take the responsibility。Understand what I'm talking about？ 翻译。Can you understand？ 对。昨天晚上还要打麻将是赢的哦， 所以目前来讲，我的红包应该是最大包的。如果在参加，我真的会爆肝。我可能会是全选手里面压力最大的，来自于那个我的老婆。快滚点！我杀死你！威廉新婚，假日夫妻无法抑制做参战全明星，最怕卓君泽台上臭鞭子。对于要称呼为老婆这件事情，有点小肉麻。
威廉和前体育主播卓君泽稳交三年多，今年四月登记结婚。新婚人夫啊，就算行程满档，婚礼还是得好好给老婆双手奉上。所以今年会办吗？有在考虑要不要办婚礼这件事情，就比较多一些摩擦。我想说，到底是怎么样办演唱会？对，他还是需要有仪式感。对对，因为他毕竟是双鱼座，生气起来的时候是母羊座，对，然后工作的时候又是处女座。所以现在做人就是打算怎么办，或者说开始认真？其实一直有在做，对，但是我们的时间可能有时候没办法。一直做，所以我们是 weekend 假日夫妻百事恩的。那想过要生几个？我觉得尽量是两个，少多一下。你有没有觉得你新婚之后那个力量也好像现在节目这么多？本身也没有办法磨灭掉我自身的努力。其实真的，尤其在现在这个阶段，夏天，就真的有点像做工的人嘛。对，对你每天都面对的是艳阳高照。所以你现在几个节目在？目前是三个，戏剧就是插空档，客串的部分还是有办法，就说两天啊。哎呦，忙成这样子，难怪做人计划只能约在假日啦。接棒主持《全明星四》的卓君泽还因此压力大到过敏症状复发。其实我知道这件事情，不全然是从他的口中得知的。哦，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讲，我只知道他要去跟制作人开会，反而是得到制作公司的。老板，老婆不是要来什么什么电影谈？我说我以为只是在询问啊，开会。基本上我很开心他去做这件事情，因为这是他吃饭的工具。毕竟他本来就是体育主播，而且加上他一直在涉猎体育相关的赛事。前两天我帮他准备那个字卡，还去 Seven 帮他印说要特殊用具，就是比较厚，帮他剪纸。我就在剪了一个小时，那天去睡觉。但是你很可惜，没有办法来参加。对啊，其实有点可惜。如果再参加，我真的会爆肝。我可能会是全选手里面压力最大，来自于那个我的老婆。快点，我杀死你！那如果有机会来那个节目的话，你会想参加哪一队？加入小姐好，因为毕竟他们一直输，我去参加的时候帮他反败为胜，那我就成为历史。成功不必在我，但是必须有我，这是团体运动。对，所以你觉得小婷的问题就是在于他们单项比赛是拿手，可是团体的部分比较吃力。而且还有那种凝聚力就比较难啊，包含跟选错的王子。